将相机安装在子弹时间配件上，将拍摄模式设置为子弹时间。一、单人基础玩法。开始拍摄后，水平匀速转动隐形自拍杆。二、双人玩法。双人配合做出动作，水平匀速转动自拍杆进行拍摄，可以选择手牵手、面对面、背靠背等姿势，以及通过撒粒子增强画面感。双人子弹时间也非常适用于情侣。三、多人进阶玩法。一人处于中心点位置，其余人围绕他聚集成一圈，可做出不同的动作或抛洒粒子。一人处于中心点位置，其余人围绕成一圈散开，与中心点保持一定距离，可做出不同的动作或抛洒粒子。将粒子抛洒到相机的运动轨迹上，以相机到达前半秒内最佳，尝试抛洒不同粒子，能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。后期编辑，连接相机与 APP， 在相机相册中选择拍摄的片段，选择合适的画面比例，点击修剪，裁剪合适片段。点击速度，选择合适的速度。AI 创意库还可以使用 AI 创意库中的子弹时间融合小程序，生成更加丰富有趣的视频。分享、预览、保存并导出、添加标签、子弹时间甩杆玩法、投稿作品。